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嘅雙嘴黑。今日咧，我嘅特別嘉賓係可凡。Hello， 各位。咁可凡係邊個呢？咁樣，咁啊，你介紹你自己先啦。咁上兩次你嚟咧，都係幫阿 Daniel Mitchell 去做翻譯啦。翻譯嘅身份。今日咧，你係做主角啦。係啊，難得做主角。你以後都會係主角噶啦。咁我哋介紹自己啊。好啊，最近因為你個 profile 好勁抽喎。哇！真係咧，好由你嚟啦。最近我突然我翻去一個救生會啦，我哋十年一次咁樣翻嚟補春咁樣，咁大家都問我：咦，而家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咁以前我就可以話：啊，我喺演藝界度做嘅，我做導演啊，我做演員咁樣。咁最近咧就要我做因為佢講英文嘅我做 body mind spirit practitioner， 咁佢哋個個都拗曬頭。咩話？即係身心靈導師。哦，你以前做過導演同埋演員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啲容易解釋咯，咁反而而家教啊，咁我要解釋你聽，我教靜心嘅，教冥想，咁啊，哦，佢哋話，哦，係咪 wellness 嗰啲啊？咁我都係嘅，類似啦。係啦，我教太極，咁太極佢哋明白嘅。係啦，太極明白。跟住我話我教 Reiki， 佢話啊，完全冇概念，呢啲能量療愈嗰啲係。咁即係其實所身心靈界其實喺香港真係花冧仔嘅啫。係啊，真係花冧仔嚟㗎。當我哋咧講到咧習以為常啦，即係講到係已經好似即係刷牙洗面咁樣，其實好多人唔知嚇 Ricky 咩嚟㗎？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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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眠咩嚟㗎？係啊，對佢嚟係咪邪嘢嚟㗎咁樣？大問號嚟㗎，所以有排做啊！需要咯，需要溝通，但係我都覺得得意嘅，即係喺嗰個救生會度，個身份就係你做緊乜嘢，而我。其實都不是當自己做身心靈導師的，即係我是會教班，但係同時候，我又覺得不是只是我這個身份，正如我是周少祥的女兒，不是我唯一的身份。是啦，其實可凡是周可凡，是周少祥博士的千金來的，這樣。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嘅題目，但同埋你都未講完，其實你個背景都好勁抽嘅喎。係啊，睇到你講啦，邊度開始啊？你覺得邊樣嘢最有興趣啊？我不知道，我其實未睇嘅，因為忙到黐咗筋，呢一兩日。咁我喺大學咧就讀一個叫和平教育學嘅。乜有呢樣嘢嘅咩？冇呢樣嘢啦，我係和平教育學。咁啊全個大學 Swarthmore College 我係第一個用呢個名義畢業嘅。喂，我想知喎咩嚟嘅和平教育學？其實咁嘅，我攞咗個獎學金。咁嗰陣時咧，佢就要我一定要 declare 一個 major。即係主修係乜嘢呢？咁我懵懵地唔知道想做乜嘢，咁話做教育啦，教育好似幾好啦。咁去到嗰間大學咧，教育咧就要拼一樣嘢嘅，即係你教育拼數學，教育拼歷史，咁樣樣其他嗰啲主流嘅科我冇咩興趣。咁你唔拼 psychology 啊、philosophy 啊？咁但係有 religion 佢有一個咧叫佢係叫咩？我唔記得叫咩啦。但係佢係一個 combined major 嚟嘅，即係心理學係。有關和平的東西他就可以收一些，跟著政治也可以收一些，宗教那邊也可以收一些，那拼拼埋埋就一個叫和平教育學 Peace and Conflict。 Peace and Conflict 是啊是啊，哦，這樣是啊。 那你做什麼？知道的，其實那時候都沒想做什麼，完全是，其實你是拿了題目先，是啊，先再想有什麼可以發揮呢？是啊，完全回來香港是很難找工作的。特別那時候我2003年回來，剛好沙士，咁所以係冇工作。咁你邊度讀啊？我喺一間叫 Swarthmore College。嗯。咁嗰陣時候我哋喺邊啫？喺費城隔離嘅。哦，美國費城。係啊，嗰陣時候我哋最出名咧就係奧巴馬就想入嚟我哋間學校，跟住我哋咧學校就你太渣啦咁樣，所以我哋係咯，我哋就好自豪呢件事啦。係一間細嘅 liberal arts college 嚟嘅。哦 ，OK。是的，好好好，咁樣。咁但係喺大學嗰陣時咧，我就因為要讀個 PE， 咁我開始跳舞啦。咁啊，我就咩叫讀個 PE 啊？啊 PE 啊，即係要做要做體育啦。咁體育一定要你唔游水啊，或者打羽毛球啊。咁我就選擇咗跳舞。咁一開始咗跳舞咧，發覺哇，我其實由細到大都中意跳舞嘅。但係細細個學芭蕾舞啦。咁啊，但係譬如咁，我學咗6個月到。咁啊，跟住佢聖誕嗰陣時就要表演啦，咁啊就你扮金魚啦，咁我未被選中做金魚啊，跟住佢話嚇你唔揀我做金魚，我唔玩啊，咁之後就冇跳過舞。但我其實真係好中意跳舞。做水草唔得嘅，唔得，我要做金魚。做白扎又得，佢哋啲衫好靚嘅，做金魚。咁啊，所以我之後就冇跳舞，有玩戲劇，但係冇跳舞。咁啊，但係翻到去咧，大學嗰陣時有機會跳舞。哇！好中意跳舞，即係其實我不嬲中意 U 下嘅，咁啊跟住就
一路讀上去就有個波蘭嘅老師嚟，咁佢就我哋有一個 exchange program 交流嘅去波蘭，咁我就去咗波蘭一年去學藝咯。波蘭interesting喎，好癲啊！波蘭講咩語言啊？波蘭語啊，好難學噶，係世界上最第二最難嘅語言。係咩？咁最難係邊樣？中文咯。中文其實好難學㗎。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哋調呢啲。咁即係我哋好勁抽喎。我哋好勁抽啊！中文，然後跟住第二就係波蘭語。係。咁你咪識咗全世界最難嗰兩個語言？係啊，我可以咁講啦。好勁啊你！咁啊，去咗波蘭啦，學咗一年，咁真係好中意跳舞。但係翻咗嚟香港咧，發覺跳舞係好專一嘅，即係譬如你學一個小提琴，你翻嚟所有人彈古箏二胡咧，學即係。好難拼噶嘛，咁我學嗰陣時係波蘭嘅現代舞，咁翻到嚟咧就冇呢行啦，亦都冇一個好嘅跳舞老師，我覺得真係好啱嘅，咁就翻，但係想 keep 住嘅，係咯，所以就翻去學太極。嗰陣時我狗想媽捉過我去啲屋苑去學太極嘅，咁啊，但係小朋友咧真係冇耐性啦，咁就冇學到啦。咁但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嗰個太極老師咁啊。兜咗大灣之後就翻咗去擺翻師啦，咁啊認真學太極，咁啊有得喐啦，咁但係都未夠滿足，咁啊嗰陣時喺大學就揾到份我覺得好屎嘅工啦，好屎嘅工嘅意思係要坐 office 嘅，咁樣我好唔慣坐 office， 咁啊每日都出去啊玩啊，即係 lunch time 一定要出去曬太陽，覺得冷氣啊要坐喺度好逼結，但係最好咧就係大學工嚟嘅，就俾機會我去準時放工。咁啊有機會去排戲咁樣咯，咁啊係咯，嗰陣時就 audition 啦，咁啊入咗某啲戲啦咁樣，咁啊做咗一陣就發覺啊呢度我係真係好中意嘅，而我跟住去咗巴黎去讀書一年啦，咁啊跟住第二年就去咗倫敦讀埋去，咁讀咗個 postgrad 咁。喂，你去好多地方喎咁樣，去咗費城，去咗一年波蘭。跟住去咗巴黎、倫敦，然後 London 咁樣，咁學埋 French 啊？有中學嗰時學 French， 但係再之前讀大學之前，我就去咗山區讀埋教書教一年添，所以我廿零歲嗰陣時啊，多啲時間唔喺香港，多過喺香港。嗯，係啊係啊，所以山區邊一度啊？佢係叫連南廣東省嘅北部，係啲少數民族嘅。有趣，我其實我冇乜正式同你傾過偈，次次都係一係你做翻譯啦，一係就我嚟上堂啦。其實我哋未坐低傾過偈嘅，未。係啦係啦，咁樣。咁好啦，今日咧我哋講啲好有趣嘅題目㗎。咁咧就係呢個戲劇。等我揾翻張貓紙先。係啊，冇我想講係戲劇，因為戲劇與靈修咁樣。咁我做戲劇做咗我諗有冇十年？差不多十年啦，七八年啦咁樣。戲劇是我冇玩過嘅嘢嚟。係咩？我覺得你好有天分應該。我應該係好有天分，但係因為我好細個就好著重揾錢啊。因為爸爸做生意嘅，所以其實咧屋企嗰個教導同埋嗰個氛圍係好重要嘅。係。咁我由細到大都係因為我爸爸，我就look up to我爸爸同我爸爸啲生意朋友，咁我就成日諗，唔得我要有錢，我要有錢。嗯嗯。咁但係其實我係九型嘅四仔嚟嘅，係好即係著重藝術嘅發展啊，好中意啲靚嘢花花草草啊。呢條線咧高咗少少，低翻啲。呢個紅色太紅啦，唔得，要偏翻藍，唔好偏橙咁樣。但啲人唔知我講咩㗎，因為我對顏色好敏感。咁所以好有趣，我覺得係啊。但我其實都中意嘅，最近就開始去跑步先啦，搞翻我嘅身體啦。其實跳舞我都好中意，但係。冇機會，我諗啲嘢係緣分嚟嘅。因為我細個時候，我媽以為我係自閉嘅。哦，係咩？係啊，我媽冇俾我學，細個係乜嘢冇學過㗎。哦，係啊。係啊，冇學過，咁所以係可能遲啲咧。係咯。我細個就好多機會啦，因為我父母真係好好，咁太多機會添。太多機會嘅意思係每樣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咁樣，咁。終於我找到演員了，哇啱啦！即係呢可以投入不同的角色，可以成日做成日做自己。唔係我做自己好，其實我做自己好開心嘅，但係可以投入一樣嘢，但係唔會做好耐，而且同一班人係玩得好開心嘅。係喎，其實做戲劇有一樣嘢好就係可以間中唔做下自己喎。其實成日做自己都好悶，好無聊。我成世都做緊自己。係啊。不斷去揾，幫講啦，揾嘅揾唔完嘅，揾極又係。跟住第二日又發覺嚇，原來我咁㗎。跟住到咗後日又嚇，乜原來我咁㗎？即係其實都係揾唔到，揾唔完嘅，永遠喺度揾緊。或者其實倒轉嚟講，我會覺得我學戲劇或者玩戲劇有一個就係嘗試揾緊自己添咯。即係
因為有一些咁極端的經驗，你可以喊到喊到傻，又可以嬲到爆，即係日常生活係唔容許我哋做呢啲事噶嘛。咁但係就喺呢啲所謂我哋社會認同的 地方底下，就可以即係好完完全全咁研究呢一 part 嘅自己，係咯。咁所以對我嚟講，戲劇真係一樣好開心嘅事嚟嘅。咁啊，同時又咧去到某個位咧，就覺得啊，都去咗個樽頸位。咁樣咯，咁啊，所以呢兩年咧就所謂收山啦，咁就冇玩戲劇，咁就翻去靜心嗰邊。但我覺得最得意咧就係，其實戲劇你係喺裏邊創咗一個世界同人哋分享噶嘛。咁而家我哋靜心特別我教嗰個叫心像術咧，就係喺自己喺度都係在自己嘅世界度遊走嘅。跟住發覺，唉，使乜咁煩啫？使乜去即係排喺度戲，等等等等咁樣去俾人睇咧？誒，我自己合埋眼咪做到啦。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講一講心像術係咩嚟㗎啦？靜心有好多種嘅。咁心像術咧就係有一啲意象，即係譬如啊，有個瀑布啊，你行緊個森林啊咁樣。咁佢個用處咧就係通過呢一啲入去所謂嘅另外嘅實相咧。你就開始了解啊！呢、這個實相咧就唔係咁實嘅咁樣咯。唔明。好似咁樣發夢有陣時候，你會覺得嗰個夢係可以好真嘅，可以真過你嘅。有級數嘅。係啊係啊，可以真過你現實生活嗰種感覺嘅。咁如果你持續冥想得耐咧，你就開始你可以話入一個好勁嘅夢嘅狀態啦。咁樣咁你會開始發覺，咦？咁如果譬如一個夢都可以實過我哋現實嘅生活。咁打撞某啲狀態，俾你有機會掂到呢啲狀態嘅時候咧，你會開始覺得哇，原來即係我哋所謂世界同我哋嘅意識係真係好大咯。當然我都未去到嗰個層次啦，咁啊，但係我都開始同我位老師 Daniel 開始掂到某啲嘢，覺得哦，呢個係我有興趣去嘅方向咯。就咁，我只能夠摸到少少你講緊嘅嘢，所以點解會揾你做訪問呢、就有一日咧，就我去上阿 Daniel Mitchell 嘅堂啦咁啊，跟住咧就放緊 spread 嘅時候，咁就喺度 hea 緊啦，咁樣就聽到你同另外兩位女仔就喺度傾偈。跟住我發現，咦？點解佢哋講啲嘢我完全唔明嘅咧？大家都係行 spiritual 啊。跟住再聽，誒，一班小朋友對我嚟講小朋友啦，唔識我五廿幾，你廿幾嗰兩位應該廿幾啦。跟住係，咦？點解佢講嘅嘢我聽唔明嘅咧？即係入邊明嘅嘢好少，然後我發現，誒，原來 spiritual 呢樣嘢。是他自己本身不斷在成長，譬如說我們以前，譬如我們這個年紀，我們知道什麼叫 Reiki， 什麼叫做NLP， 什麼是催眠，什麼叫 SSBAR， 去到朋友圈那裡已經是叫很厲害的，即去到大學朋友圈、中學朋友圈已經是什麼來的，甚至乎我有一次跟一個很久即是中學同學見面，他說我就問他一些，因為他做電台的，是做電視台的，那我就說我有個網台節目，那就叫專門做新心靈的東西這樣的，那我想問一下你怎樣可以做大他，怎樣可以令到賺錢這樣，然後他是什麼叫網台什麼叫新心靈啊，哇，網台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經是做電視做了很多年的了，做了十幾二十年，到現在都還在做，即中學畢業之後就做到現在還在做，他都不知道什麼叫新心靈，即是一些很建制的思想，所以我有個goal就是不行，我要呢 set 個goal是我可以上到這個 Netflix， 然後呢有十集八集我們專門做新心靈、why not？ 專門講，那好了 anyway， 那我就發現咦，你三個講的東西為什麼我聽不明白，我突然間咦這麼有趣的，沒理由我一點都聽不明白、然後我發現你們即原來是有一班即 spiritual 是已經很廣闊，有一些人他是去某一個範疇，是我連 terminology 那些名詞我都沒有，那我就咦不得，找日要找埋長哥，找你找我、因為我們剛剛就差二十年的差不多，我和你差二十年，我和我長哥就差不夠二十年、接近二十年這樣、那我們就是三代的已經、是不是，那就講一下這個新心靈在這蛤二十四十六十這樣或者是這個三十三十五十七十咁樣，係啱啱係三十五十七十咁樣，會好有趣咯。Anyway， 又翻翻嚟啦。就算你頭先講嗰啲嘢，我都唔係好明白。因為我冇呢啲經驗。但係我相信其實大家都有㗎，即係譬如你都係發過夢㗎啦，啲夢可以好真㗎。你有冇試過清明夢啊？我諗有啊。即係清明夢就係、你喺個夢中，你係可以改變嗰個故事嘅。即有人追緊你，跟住你發覺 ，OK， 我唔想俾人追啦，或者你亦都意覺到，哦，我喺個夢裏邊嘅，我可以做改動嘅，
應該有啊，應該有。我發覺清明夢比較少。嗯。我記得有一次，唔知算唔算數啦，就係喺夢入邊幾個曱甴。嗯。咁我好驚曱甴。係。咁咧，我就結咗個 program 我自己，嗯、然後我就如果我再發夢見到曱甴咧，即係我發夢俾曱甴追，跟住狂跑狂跑跑幾都唔夠只曱甴跑飛得快，跟住係極度恐慌嘅。跟住我心諗，點解我驚曱甴啫？我經歷咗咁多人生嘅低潮低谷。分手，人生咁多嘅患難，跟住一隻咁嘅細嘅小動物，佢用咩又壓住？跟住你阿爸話：曱甴係又盲又聾嘅喎。嚇！又盲又聾嘅，我都唔知道。係啊，曱甴又我可唔係啊？佢咪有兩眼嘅咩？佢兩個唔係眼嚟㗎，係花紋嚟嘅，即係佢咁樣。佢哋假眼嚟嘅。唔係眼嚟㗎，係花紋嚟。係我驚到咧，仲要係讀過書，我即係叫讀過下書咁樣，竟然唔知道曱甴前面嗰兩隻唔係眼。原來只是兩個花紋，但是你看到已經很害怕，咁跟住我就決定下一次再見佢咧，就喺個夢度咧就殺咗佢咁樣，得唔得？得啊！跟住喺果然有一次發夢，成間房都係曱甴。跟住我就拿起無比嘅勇氣，攞住把嗰啲咁嘅武士劍，日本嗰啲，殺啦殺啦殺啦，殺到全部曱甴死曬。我話嗱，我講咗啦，你哋唔好嚟搞我，你搞我就殺咗你咁樣，跟住殺曬所有曱甴。係咯。即係你可以喺清，即係你可以用意識跟住 program 你個夢去作改動啦。咁你都，我相信你教好多嘢都係教人，即係點樣可以呢個改變 mindset 咯。係啦，改變 mindset 喺我哋個實相做改動咯。係啊，即係其實啲嘢可以變噶咯。咁其實我哋係玩緊呢啲嘢咯。但我冇玩過戲劇啊嘛。咁啊，所以你戲劇同埋呢個靈修點樣拉楞咧？冇，我諗做個演員，你一種既入且出嗰種感覺係。好幫到，係啊係啊，好幫到噶。其實譬如有啲靜心，譬如內觀，都係教緊你觀翻你呢個實相，觀翻你呢個身體，你呢刻做緊乜嘢。而有一種你可以話抽離啦，你可以話更加入啦嗰種狀態啦。咁從中因為你有機會抽離少少咧，你就唔係得一隻故仔線咯，你可以改動啦。咁佢哋所謂話叫。jump timeline 啊，嗰啲嘢其實都係你有個編劇嘅能力去作改動。咁你點樣去 apply 呢樣嘢落你嘅 life 度啊？點 apply 你嘅 life？ 我又冇咁刻意咁樣諗點樣 apply 嘅 life 嘅，但係我會發覺有啲細嘅會幫到我咯。即係譬如我大冥想嘅過程中，其實用曬啲演技㗎。我要好投入有自己內心嘅世界，同時我要用我把聲係帶到成個氣場，去帶到佢有呢個靜心咁樣咯。咁仲有咩？我覺得譬如我有啲好勁嘅經驗，我哋陣間可能講啦，死藤水啊嗰啲嘢。係啊，我哋今日會講死藤水噶。上一集講死藤水，今集又講死藤水，我都係遲早都要試一試噶啦。但係我諗重點唔係死藤水，而係點樣我哋有陣時靈修會有啲好勁、好情緒化、好即係我哋叫 peak experience 啦，好勁嘅經驗。我諗作為一個演員，就俾到我一個容器去練習，係 OK， 唔需要太追呢啲經驗，亦都唔需要太驚呢啲經驗咯，係咯。我試過有一次去看一個朋友的表演，我想我在某一集講過應該，就很小的劇場，細到好像這裡那麼小，它就再大一點，有兩排凳，這裡有兩排凳這樣，我想加起來都不夠，一定不夠100個觀眾的了，可能我很喜歡小劇場，可能100以下，總之跟個演員很近的，近到好像我跟我 Vella 這樣，跟著呢兩個演員就是講緊那個劇呢，是講嗰兩夫妻由相識到煩，即係好嬲，跟住要離婚，跟住咧到嗰個老公定個老婆生 cancer， 又跟住咧又挽回翻個婚姻，大家喺度對抗 cancer， 又跟住咧個 cancer 好翻，又跟住咧就又去翻個沉悶嘅婚姻咁樣，然後就好長，然後去到嬲尾最後嗰幕，原來其實個老公。根本係只係喺度諗緊嘢嘅啫。其實佢老婆原來嗰其實個老婆咧，佢係講緊佢喺一個funeral 個喪禮嘅後室入邊，同佢老婆不斷傾偈。咁其實嗰日咧係佢老婆撞車死咗，咁就跟住咧就會出個靈堂嗰度就要去搞呢樣嘢。但係佢成幕，但係 before that， before 最後嗰幕你係唔知道。係。原來是根本係其實喺個 funeral， 其實個女嗰兩人一早死咗啦。咁佢就講翻由佢相識啦。你記得嗰時我哋喺 Paris 啊，嗰次點，然後講到佢哋講離婚啦，兩個鬧交啦，跟住又講到咧，咁
冇辦法，又講 cancer 嗰幕啦，又再講翻，好啦，所有事情過曬，個婚姻又回復翻。嗰陣時候我係由頭喊到尾啊，係喊到咧，我得一張紙巾，係成張紙巾濕到咧係扭咗水嘅。跟住我隔離同我一齊去個朋友，佢都俾我影響到係咁喊。我喊到咧，因為好細啊嘛劇場，跟住係好尷尬係咧。係咁巧啊！你有冇紙巾啊？隔離嗰個冇啊，跟住問再隔離再隔離個都冇，冇人有紙巾。咁就咧，我就係咁喊，係咁喊。但係我又冇自己冇即係經歷過離婚啦，我冇結過婚啦，我冇經歷過有好親嘅朋友 cancer， 即係老婆老公嗰個級數或者男女朋友冇啦。但係就一味係咁喊，喊到直頭咧好傷心。咁我諗應該係有啲可能係隔世嘅經驗。但係佢應該係隔世㗎，因為佢成件事我都冇經歷過，甚至乎冇我嗰時未曾有呢個要陣敏智啊，係冇呢咁嘅經驗。咁但係嗰個感覺係好神奇啊，係收尾完咗之後咧，個導演過嚟同我握手，因為嗰兩個演員咧係由排演到上演係都喊唔出啊。佢點解你喊得咁緊要嘅咧？佢你可唔可以以後我哋逢親有劇你都出現，我哋俾個位你咁樣？我話睇下點啦。不好意思，即係喊嘅時候，全個場人都望住我，已經，我停唔到啊，喊到完全停唔到。Anyway， 我哋已經夠鐘，咁快啊！係啊，二十分鐘好似五分鐘咁樣，未曾講，未曾到呢個肉身。Anyway， 好，咁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再同我可凡傾偈，陣間見。實在太過癮啦！我哋廿分鐘咧，感覺好似五分鐘咁樣，係嘛？咁係，我都想啊，其實咧。如果我真係我相對比較發展完，即係點講比較成熟啲啦，個收費系統啊，個收入啊咁樣，匯資咧，而家我好努力就做呢樣嘢，跟住點咧，就揸翻啲時間咧，可以跳下舞啊，做下運動啊，畫下畫啊，戲劇都 OK 喎。OK 啊。因為我諗我前半生嗰五廿幾年都係喺度揾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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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又揾唔到，揾咗又冇曬，然後跟住就又嚟過啦，揾錢揾錢揾錢。喂，其實我真係冇乜。好似你喂，聽到你咁講，呢度住一年，嗰度住一年，嗰度去山區嗰度即係嚇做下嘢，生活下，然後跟住搞下戲劇，然後跟住又教下嘢，咁都幾快樂喎。係啊，快樂啊！咁我而家做啦，唔好等。唔得啊，仲有好多責任喎、啊，而家啊可以開始住先，而家開始就跑下步先咁樣，咁啊開始係咯。做多啲你喜歡嘅嘢啦。我想做都是我喜歡的咁樣，但我想做翻多啲係同個身體有關，即係游水啊，潛水啊，我考過潛水牌嘅，跟住每一次咧，唔知點解，剩翻一兩課嘅啫，就係泳池實習啊咁樣，就開始耳水唔平衡發作啦，次次都係咁，結果放棄咗咯。咁anyway 咁以後再講啦咁樣，好咁我哋又繼續啦。係啊係啊係啊！你戲劇嗰度仲有咩想補充啊？有，我諗我有一樣嘢好迷戲劇咧，就係喺戲劇係一個好魔術嘅地方嚟咯，可以叫一個好神聖嘅地方。即係觀眾入咗席啦，咁佢跟住熄曬燈啦，咁嗰種全部人好專注嗰、那個喺嗰、那個，如果淨係講能量嚟講，嗰種專注嗰種能量場係好勁嘅，即係有百幾個人，可能如果大劇院啊，千幾個人。同樣很專注咁樣呢一刻，呢一個 energy 其實很大嘅。咁我想我有少少係作為演員，當嗰件事係真係好順暢、好 flow， 你係同嗰一百個人、嗰一千個人，即係同頻共振啦。你話或者同樣嘅，即係同樣一個心、同一個感覺嘅時候，嗰一種好 high 嘅咯，真係我會感覺到。咁我想我。有少少開頭中意劇場係嗰種，同埋嗰種互動咯，即係喺舞台上，你突然間覺得你每講一樣嘢，每做一樣嘢，係比真實世界更濃縮、更鮮豔、更開心、更悲慘咁樣嘅。咁我係嗰陣時係好渴望同埋好需要咯，可能呢一種經歷咯。呢樣我可以 associate 到喎，因為我哋做導師咪就係咁。係啊，會嘅。甚至乎我覺得你做話劇咧，可能會比起做導師就仲更甚添。點解咧？因為我哋做導師係喺個台上面噶嘛。係啊係啊。咁喺台上邊，你講緊少嘅都幾廿對幾廿個人嘅幾廿對眼睛望住啦，多嘅可能係幾百個啦，甚至乎幾千啦，幾千我未試過。多極都係咁，最多都係六七百人嘅啫。但係六七百人已經係好勁啊！我覺得六百人同一千人開始。
冇乜分別嘅，因為全部都係。因為你去到600人嘅話，其實係已經你睇唔到睇唔到啦，睇唔到後邊嘅啦已經。係啊，山頂觀眾啊，係啊，所以我就完全想像唔到，咦？如果去到醫館，或者係 Hong Kong Expo， 或者係嗰啲講緊即係外國開演唱會咧，有時我諗，哇！嗰啲能量會係點嘅咧？其實。In English 係叫 too much hate， 係 ，it's actually too much hate， nobody can take it，即係已經係嗰個能量係多到嘅地步，其實冇人頂到嘅，即係你一定要，但係啲人係中意呢種能量喎，所以啲人咪去 rave party 啊，你要係某啲人先得咯，即係你去到嗰個台嗰度，你講緊我咧，你講緊演出者，你唔係講緊即係，但係我覺得觀眾都係想去先去 concert 先去。當我發覺我自己個譬如前面個觀眾大概有100多人啦，咁當然你100多人係你個房細啦。如果唔係嘅話，冇個效果。如果你個幾廿萬大咁，你嗰幾百人你覺得係冇嘢。但係如果個房係即係 nice size and then。其實我爆場應該話，因為我試過講過100多人啦、500多人啦、700多人、700多人已經係。哇！望唔到啦咁樣，然後我已經覺得自己係 high 到咧，喺個狀態係已經腳好似唔係好黐地嘅，已經係離地都講係好 high 咁樣啦。咁然後我冇諗過呢樣嘢，但係你咁講，我覺得係，因為係當好多人望住你嘅時候，然後好多人話因為我教口才訓練，大家知係咪？其實使咩驚？你而家唔使驚啊！你諗下，有邊個小朋友係唔中意 attention 啊？其實所有小朋友都係中意 attention， 冇小朋友會怕醜嘅。嚇！但係到我哋成為一大人之後咧，就發現，哎呀，好驚，好驚啊！好驚人點睇我哋啊！但其實你上咗台，如果你能夠即係 survive 到頭嗰5至10分鐘，跟住你嘅真我就會出現。然後跟住你講緊有幾百對眼睛、幾十對眼睛、幾千對眼睛望住你，嗰個能量係正到爆，係好多能量。咁而呢樣嘢係會上癮嘅，同埋。我係咪有冇上癮？我好想癮㗎，會上癮。但係最得意咧就係點樣可以喺咁多能量之下，你要 keep 到個定，即係你唔可以俾佢打爆你嘅。你亦都係一種你要放下人哋點睇你嘅某個位。即係如果你唔放下，你就會驚咯，或者你會掛住去嘗試去演去為啲觀眾演。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可能係你嗰條命時辰八字係有呢樣嘢嘅。譬如話我咧就係、是。我在台上面我是舒服過單對單的，因為我試過無限次單對單跟人傾偈，譬如你總會有啲意見不合啦，講到某啲位，我試過同一個好強嘅女人傾偈，講到一啲地方我哋有 conflict， 跟住即刻擦出火花，但係唔係 nice 嘅火花，係 negative 嘅火花，跟住大家起火，然後跟住係不歡而散咯。但係喺台上唔係，但係台上唔知點解我有種感覺係。我是不會錯的，是錯不了，同埋喺台上，我覺得我是完全 100%、200%、1000% 係做翻自己。OK， 係，所以我喺台度，我係有一種家的感覺嘅。咁我估可能點解麥當娜係麥當娜，點解 Michael Jackson 係 Michael Jackson 咧？有好多人都唱得好過佢嘅，有好多人係可能跳舞跳得好過 Michael Jackson 嘅。但係 Michael Jackson 佢無論喺自己嘅浴室，麥當娜喺自己浴室，或者喺自己間房，同佢對住有50000人望住佢，佢依然係做翻自己。係咪咧？我唔知啊。係啊。我知馬麗蓮夢露佢，我唔知我睇某啲戲啦，佢就話佢係有個 public 嘅 persona 同埋自己。係啊係啊係啊。馬麗蓮夢露咧，佢係冇上過任何演藝學院嘅。咁所以咧，佢對住啲大明星咧，啲大明星佢係完全識得自用走位啦，點樣去入鏡啦，點樣令到自己美麗咧，係好多大明星係做唔到嘅。所以佢係天生嘅，或者你唔知佢前世做咩嘢啊？唔知啊，呢個係可能係佢自己嗰個 DNA 度已經係有呢樣嘢，莫測特嗰啲5歲已經可以調轉嚟彈琴咁樣，你點解釋啊？爸逼佢㗎，係啊，但係你爸爸逼打你啊，你爸爸逼我做咩嘢啊？唔得㗎嘛，所以佢點都應該有啲有個即係佢啲 DNA 或者佢個係有呢樣嘢喺度。但係最得意咧，我係如果講人類圖騰咧 ，Human Design 嚟講，我係24嚟嘅。所以其實我係忍者，我係唔中意我係中意一對一傾偈嘅。咁亦都其實我如果作為演員咧，我係中意一小劇場嘅。因為小劇場咧，你係真係睇到人哋嘅反應嘅，即係你係我係覺得我係同一個人做緊互動多過我係同一班人知乜嘢咁樣，即係一人多咧，你會 feel 到某啲 energy， 但係咁 feel 到某啲能量，但係你唔會覺得到我係同某一個人喺度表達緊一啲嘢。咁我呢個對我嚟講係重要嘅，即係我係想同某一個人溝通嘅，係咯，係
所以咧最得意咧就係、是、我諗，不過我坦白講，我覺得嗰陣時我做演員真係麻麻地嘅，因為我睇得自己太重，我係放唔低我自己咁樣，我係驚人哋點睇我咁啊！我好中意做配角嘅，但我唔中意做主角嘅。咪所以點解當年你做唔到金魚咯？係咯，唔係嗰陣時係因為你太細啦。咁咪做條小金魚都好可愛啊！係啊 ，anyway， 可能係咯，可能潛意識咁樣咯。咁但係最得意咧就係、是、放低咗之後。我決定不做啦，即係我冇話決定不做嘅，反而係其實咁嘅，我係決定，因為你喺娛樂圈走得多咧，你開始就會人哋會揾你做 job 噶啦，跟住有一啲咧就會係你覺得 OK 啦嘅 job 啦，即係哦都我唔介意做嘅，亦都幫個朋友做嘅，但係其實你又唔係真係太即係你唔係100% 想做啦，咁我話我至少要95% 想做呢件事，我先肯做嘅而家，咁所以就係咯，咁咪結果啲70% 嘅 job 就唔推曬咯，咁啊，所以呢你都好有藝術家脾氣嘅喎。即係唔為呢個五斗米折腰喎。但係我覺得係對你自己對得住自己咯。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好充分做翻你想做嘅嘢，咁何謂咧？即係特別人大咗啦，咁啊開始覺得嚇、啊、都做過咯。呢類以前細個係會生，我會覺得 OK， 我搏一搏，我玩下啦，啲新鮮嘛。咁但係又係做呢類戲，或者又係咁樣，咁啊唔好玩啦。冇謂啦咁樣，咁所以就亦都世界咁大，咁都係好玩，即係成我真係開始覺得，全個人生係個舞台嚟嘅，點解一定要喺呢一個舞台先覺得係表演緊咧？唔係噶嘛，我而家係咯，同你傾緊偈都係一種真真正正喺度活緊噶嘛。哦，其實做導師都係㗎。係啊，做導師絕對係做演員㗎。係，完全係。同埋導師嗰個場嗰個台，絕對係個舞台㗎。係，完全係。你係都控制緊同人溝通緊咁樣㗎。其實每一句説話都有意思㗎。嗯，係㗎。同意啊，同意啊。所以係我做導師好開心。好啦，咁我哋可以開始講呢個太極啦。哦，係啊，好啊。其實你係因為冇得跳舞，或者你係揾唔到一個好好嘅呢個波蘭現代舞嘅老師。跟住你將你嘢 shift 咗去跳呢個太極 ，show 啲可以有啲喐下咁樣。係可以咁講啦，咁亦都有少少係即係去咗咁多外國地方，有少少想揾翻自己嘅文化咯，自己嘅根咯。咁我又好彩咯，我一個真係好好嘅太極師傅，咁佢係教陳式太極嘅，佢叫李亞芳師傅。咁係咯，咁。李亞芳嘅喎，係啊，李亞芳。咁佢喺大埔富善村，我今朝先同佢跟佢學拳嚟嘅。咁亦都一班師姐，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咯，喺一個屋村環境度做呢件事。咁之後咧，我貪心啦，我又想屋村係指你大埔嗰度啊？係大埔，大埔，唔係我哋條村，但係附近屋村咯，係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又遇到有緣分喺 Club O 遇到另外一師傅啦，我叫杜維德師傅。咁佢就教唔識太極嘅，但係佢係教武術嘅，即係打得嘅。陳式都好打得嘅喎。陳式好打得，但係我嗰位老師就真係氣功多少少嘅，佢好勁嘅。但係咧，佢因為我另外一師杜師傅咧係打交大嘅，真係。咁啊，飛仔嚟嘅，因為佢打交咩叫？如果大家唔知咩叫飛仔嘅話，查下字典啦。咁樣佢打交大，因為佢打交大，佢就真係有實戰過啦，同埋佢用啲力，佢係會知道點到即止咯。反而啊，李師傅因為唔打慣交咧，佢有陣時出手，我覺得哇，佢唔知佢自己有幾大力嘅咯，即係唔慣打嘛。大家可能唔知啊，因為我以前個男朋友咧係玩陳式太極嘅，所以係成日要嗰陣時去做翻譯咁樣。陳式太極其實陳式太極係好個殺傷力係好勁嘅，頂都難。因為陳式太極咧，你以為太極冇嘢好慢係咪？唔係嘅，佢突然間一快一嚟咧就攞你命㗎啦。其實所有太極都係嚟自武功底嘅，咁所有。我好中意學咗後邊嘅武功邏輯，因為其實好多，譬如好多學生問我嘅問題，個馬應該幾大啊？咁啊，應該去到邊個位啊？其實你實戰就好清晰啦，你個馬係你個高度會呢個比例，你個馬就會啱噶啦，你會覺得你自己用到力噶啦。你試下細啲啊，你試下橫啲啊，我擁你就會跌噶啦。咁所以有一種對我嚟講，學咗武術嘅背後就係一種客觀性咯。咁同埋你夜翻屋企都唔使驚你爸，你爸唔使擔心你個女兒有問題，你最多擔心你會打死人嘅。唔得嘅，呢啲三腳馬功夫唔得嘅，即係真係打起嚟。但係至少知道背後嘅邏輯，知道係咯，亦都從中學到哦，原來即係太極有陣時你個招得唔得？
你咪試下喐個人咯。如果你喐到個人啊嘛，得咯，係咯，即係個功底就係、是。我細個都好中意功夫，好細個已經好中意功夫啦、你係咪學柔道定咩？我學叫做綜合武術，咁我攞到男帶咁樣，咁男帶再上去 friend 帶 ，friend 帶就係呢個黑帶啦咁樣。但因為冇女仔啦已經，但我好細個已經中意武術噶啦。咁可能以前嗰個年代就俾李小龍影響啦，即係我哋細個嗰陣，因為個中文名叫李小苗啊嘛，咁喺學校成日俾人笑嘅。李小龍係咪你阿哥啊？咁樣我都想啦。我李小龍我哥，你仲可以喺面前咁講嘢，特扁你啊咁樣。咁但係都唔關事。我發覺自己對於跳舞、武術好有興趣，可能都係同個 body movement 有關。可以用個身體咁去表達下自己咁樣。有一次咧，我同我朋友。嗰時好多外國朋友咁啊傾偈，跟住突然間我做咗個動作，唔知點樣咁樣一個動作咁樣。佢話：佢你頭先個手勢好靚喎，咁話呢個咁樣，即係我叫收聲咁，即係收聲咁樣。佢話：佢呢個動作好靚咁樣。我話：It's just a gesture。佢話：It's not just a gesture。佢有人因為一個咁嘅動作就寫咗本書。我話嗰個唔會係我咯。唔係，但係真係我哋中國人有底子噶。我喺波蘭教過太極，跟住咧佢哋係硬邦邦嘅。跟住我話 OK， 我哋試下寫毛筆啦。佢哋係咁樣寫毛筆嘅，即係我哋中國人譬如練咗寫毛筆嗰啲頓位啊，呢啲位其實好自然就有個頓位。其實一樣嘅，係啊，一樣同一個文化，同一個唔知啦，係咯。所以呢個出戲啦，呢個卧虎藏龍啦，阿周潤發咪對住阿章子怡嗰個，即係個角色啊。咁阿章子怡喺度寫字啊嘛，佢哋喺度揾緊到底邊個偷咗嗰把青龍劍啊嘛，係咪？跟住佢發現，佢話：咦，你啲字好得喎，咁樣就即刻知佢一定係識功夫。點解咧？因為咧，你砌字咧，嗰啲音域啊，你淨係個一字咧，嗱你普通寫一咪咁啦，係咪？中書法唔係嘅，係你要先咁樣，再壓落嚟，再上翻去去呢度。再壓落嚟，再收筆，係講緊六個步驟嘅咁樣，咁樣。但係全部一條線就唔係一條線啦。所以到底你手可以做到幾細呢？有啲人係寫極寫唔到嘅。可能協調嘅問題啦，可能係唔知咩問題啦。總之就寫唔到嗰種抑揚頓挫，壓落去收筆係做唔到咯。咁所以功夫。太極係肯定有呢，即係呢虛位先上，落完先上嗰啲位係全部都喺曬度嘅。係啊，我練呢個氣功已經練咗兩年幾啦。咁我好中意做呢個叫咩啊雲手咁樣。咁啊練嚟練去，我覺得自己做得好靚㗎啦已經。跟住阿師傅話：你用得太多力啦，隻手唔應該用力嘅。咁應該用腰力，佢如果用腰力嘅話咧，隻手就唔會用力嘅。我心諗唔用你的手點會轉圈啫？唔用你的手咪咁咯。但係會轉圈嘅魔術啊！我仲未去到啊，但我成日可以做到。但係因為我做雲手呢，對我呢個 joint 咧，個 joint 之前傷咗啊嘛，就每次做完雲手咧，或者做呢、這個呢、這個叫站桩，一做站桩咧，就我右邊個膝頭嗰個傷咧，好神奇嘅，你一站桩。咁我右膝頭就咔哩咔落咔哩咔落咔落咁樣嘅，但我冇喐嘅喎，跟住咦點解咁嘅？係啊，佢自己有調整，但如果係西醫就會話你年紀大啦，你太重啦，你個骨膠原磨損咗咁樣。但每次如果我乖乖地唔使多，一係廿分鐘站裝，咁你企住望住個窗，跟住啲汗就會係咁流噶啦。係啊係啊好神奇啊！點解會流汗？我都唔知，總之係咁流。企喺度已經流汗啦。係咁流咁樣，然後跟住一隻腳就。咔哩咔落，咔哩咔落，有時咧好得意，就呢只唔響啦，就呢只響啦，咔哩咔落，咔哩咔落，咁我就，誒咁有趣嘅，跟住咧就上落樓梯都唔痛啦。因為我哋行氣活血嘛，我諗亦都好彩就係我哋出世嗰個文化係有，我哋好相信有氣呢件事咯。我波蘭真係佢哋對氣係零噶嘛，跟住 chi chi energy 係咯，唔明 air no oxygen no 係咯，所以我覺得我哋真係好幸福咯，即係生住喺中國係哇有呢一個文化背景，我覺得即係教太極啊或者講能量已經。係咯，我哋有詞彙去描述呢件事咯。咁其實你真係好有趣，你個生命係，但係你係咪唔中意錢㗎？你係咪唔中意賺錢㗎？定係你唔 care？ 我真係唔 care。係咪啲最有錢嘅就唔 care？ 我自給自足，我真係夠錢交租啊，夠個八達通算數，我要求唔高。但你不爭錢的嘛？我不爭錢，但我又沒什麼興趣，沒什麼興趣咯，沒什麼想，
即係我可能我條命好彩咯，即係永遠夠錢使，咁就 OK 啦。OK 好啦，咁你講呢個太極啦，內外的合一。哦，你仲有冇嘢想講？初初我就諗你係咪寫錯字咧？咩叫內外又夠鐘啊？咩叫內外的合一咧？咁樣咁我就哦，原來內外係指裏我係咁樣，裏邊同外邊冇啊，因為我覺得太極係真係一種很好嘅機會，通過個身體去了解自己嘅，即係譬如你正話講站裝咁樣，點樣理解？係咪就頭先我講嗰啲？係啊，即係因為太極有一邊係道家，就算佢佛家嗰邊都係一種修練嘅狀態嚟嘅，咁所以係佢有好多靜功啦，有好多機會係你通過個身體去意識到自己咯。自己的身體是怎樣，今天的狀態是怎樣，其實很悶的，你譬如你學就算108式啦，你是用成世的嘛，即是你來來去去都是學同一個東西，不會學一件新東西，但是從中在慢慢掘慢慢掘，今天的我是怎樣呢，這樣很開心的裏面啦，同時又因為一個武術啦，有對練啦的成分啦，你是通過一個對手來了解自己啦，即是哦，我打架的時候我是會怯的，或者我譬如教很多女仔咧，佢發覺哦，原來我唔識用力嘅喎，呢啲好簡單嘅嘢咯，咁樣即係啊，咁樣係就即係通過人哋了解自己。你可唔可以講多次你練咗幾耐啊？我練咗幾耐？點先算先？九歲算唔算啊？我諗遲，我諗遲接觸認真學咁樣。認真學咯，2003年啦，係咯，2003年開始咯。咁啊，但係跟住我因為周圍走啊嘛，咁所以又。但接觸就係九歲嗰陣，係啊，接觸九歲啦，可以話。好，又夠鐘啦，咁樣點解咁快嘅咧？好，咁我哋有咗一陣間翻嚟開始講死藤水，大家唔好走開。好，眨下眼就嚟到第三節啦，哇，真係好快啊！OK， 好啦，咁我哋咧就去到第三節，我哋講呢個死藤水，咁樣。我係未試嘅，但係講埋俾你聽，我會試，決定咗試噶啦。本來好，其實好多人嬲我噶，因為你做網台主持，你知啦。很多網台主持會試先噶嘛，呢啲咁刺激嘅嘢係咪？咁但我又怕暈，又怕嘔咁樣，又怕有啲嚇不良反應咁啊，一直都推咁樣。不過最近卒之俾人說服咗啦。恐怖啊！我就舊年去咗秘魯個亞馬遜森林嗰度飲水行水啦。咁啊，係咯，我開頭去咧係因為我係想純粹去個亞馬遜森林。咁啊，佢哋話可以靜修喎嗰度，咁啊十日啦。哇！你去到唔試你唔係啊嘛？因為我諗住佢係成個團嘅，佢係成個團去嘅。咁佢話啊，你有十日喺森林，跟住咧隔日就會飲死頭水咁樣咧，咁就你自己會有間屋仔咁樣。咁我話哇好正啊，自己有間屋仔咁樣，咁死頭水好啦好啦，求其啦，咁我都去埋啦，去埋飲啦咁樣。咁樣咯，咁所以係純粹為迷咗個森林，個熱帶雨林而去嘅，咁啊就放鬆水行水咯。咁啊，但係係咯，個經驗真係好好啊。點啊？你自己個人經驗係點啊？我個人因為我聽過有啲就真係粉絲變魚翅啦，即係可以食死藤水去到見到宇宙爆開嗰一刻啊，跟住去咗唔同嘅維度啊，跟住見到自己前世今生啊，見到自己死咁，即係我聽好多呢啲嘢啦。咁你嘅經驗係點咧？我成日都覺得死藤水就真係好似發夢咁嘅，即係我覺得唔會因為一種你可以叫藥物啦，一種係咯一種植物而點講咧？即係你可以發一個好勁嘅夢，你可以發惡夢，但係呢啲都係反映你自己裏邊嘅嘢嚟嘅咁樣。我自己即係開頭我去飲死藤水之前，我都做咗好多研究理論啦，因為至少都大佬唔係可樂啊嘛，飲可樂啦，係啊，但係其實真係好得意嘅，因為佢我睇咗個 video 咧，佢就話我哋其實人類係有好多種意識上嘅 mode 嘅咁樣。咁我哋即係譬如，如果就算腦電波嚟講啦，我哋有 beta 啦、alpha 啦、delta 啦、theta 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好平日社會咧就好中意 beta mode 嘅，即係好中意我哋好活躍啊，好覺得得，所以我哋飲咁多咖啡咯。但其實咖啡呢樣嘢都係一個佢叫 stimulant 啦，刺激劑嚟噶嘛，即係你係食一啲嘢，令到你個意識有改變噶嘛。咁我哋社會就覺得呢種意識可以幫到我哋賺錢，咁所以咧就我認同呢啲意識啦。咁啊，但係如果有某啲其他奇怪狀嘅意識狀態咧，我哋唔知係咩咧，我哋就會驚，咁我哋就叫呢啲毒品啦，呢啲迷幻藥嚟噶啦咁樣。咁啊，死頭水好得意啊！佢就你想集咁介紹啊？
即係 DMT 啊嗰啲嗰啲啦，即係戒懶啊嗰啲啊。咁即係係咯，即係其實嗰樣嘢根本我哋戒懶都有呢種 DMT 嘅。咁但係火麻仁咧仲有。係啊，火麻仁都有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食翻啲嘢去令佢有效啫嘛。咁樣咁我覺得哦應該唔好危險啫咁樣咁，但係都會即係小心啲啦，即係之前會食得小心啲啦咁樣，等嘢唔好撞咯。咁冇啊。我覺得在義大雨林做是好的，同埋做一個信得過的撒滿是好的。我覺得咁喺義大雨林成件事就真係好 make sense 咯。即係之前聽，譬如在城市裏邊，有些人可能上身啊或者咩啊，可能即係會為因為有其他人想表演啊或者咩嘢。你喺義大雨林係冇機會做呢件事，因為咧佢黑掹掹嘅。你不會想周圍走去做扮怪獸，你會想喺翻你自己個位度做嘅。咁啊，嗰種漆黑，我覺得好重要咯。因為即係好似個電影院咁嘅，即係如果唔夠漆黑咧，你睇嗰個電影，你都會知道自己都冇咁投入噶嘛。但係如果完全黑曬，你就可以投入另一個世界咯。咁樣我經驗係非常之係大致上非常之好嘅。他們去之前他跟我做過 briefing， 他就說有機會你就會有一個垂死的狀態，那就不需要害怕，你一害怕你的恐懼就會出來吧，魔鬼啊這樣的東西的。那可能因為我做慣演員，對自己身體都有太極，就是身體都經歷過一些比較極端的狀態的，那所以當死個黑來的時候就哦死了死了。你真的看到了？不不但止看到，是真的好像經歷緊自己的原子粒在度分解緊嗰種，仲係要慢動作。其實很奇怪嘅，因為啱啱咧，我去之前咧就我去秘魯啦，咁我阿姨咧就點講咧？我去行，我嗰陣時我去亞馬遜森林之前咧，我就去行山。就去 Machu Picchu， 行去 Machu Picchu。Oh my god！ 係啦，哎呀，羨慕到爆啊！你去啦，去啦，去啦，去意大利啦！我開始有呢個 motivation 揾錢啊！係啊，以前揾錢因為阿爸洗我腦，而家係我覺得呢啲地方我未去過。係啊，好有經驗。咁啊 ，Machu Picchu。係啊，行五日去 Machu Picchu 啦。咁啊，五日啊，仲要。係啊，但係好開心㗎，因為佢瞓覺嘅地方咧，佢有個玻璃罩，咁你睇到成個星空啊，咁啊睇到啲雪山啊，好正啊！咁 anyway 行去 Machu Picchu 啦，咁啊因為行山啦，有五日係冇曬 WiFi 冇曬，跟住翻學嚟咧咁啱就哎呀聽到阿姨有事喎，就有癌症添，咁啊跟住 oh shit， 我一諗我嗰刻即刻想飛翻去嘅。咁但係屋企人話其實冇，翻嚟冇用啦，翻嚟冇用 exactly 啦，咁啊，又唔係，係啦 ，exactly， 佢唔需要嚟，唔需要翻嚟咁啊，好啦，咁但係喺呢個心情下，我就入去義大雨林，咁所以關於生死啊呢樣嘢就突然間我就即係你個醫好 close 好 close， 係好 close 好 close 咯，好似第二個阿媽咁樣嘅，真係，咁就真係好大。係啊，因為即係譬如我以前排戲啊或者。嘢咧，佢住旺角噶嘛，我就會翻佢屋企住嘅，咁所以真係好 close 嘅。咁係咯，咁所以亦都我你知啦，我做能量療愈噶嘛，做 healer。咁我嗰一刻我入過義大雨林嗰陣時候，我有少少有 set 個 intention 就係、是，作為療愈師療愈對我嚟講係咩嘢咧？即係我冇諗過呢樣嘢。係啊係啊，即係療愈對於嚟講係咩嘢？咁我係帶住呢個問題入義大雨林嘅。咁最得意咧就係我去咗飲四壇水啦，咁去飲啦，咁好我好清晰個得到個答案就係、是，哦，如果你想了解療愈咧，你就先要了解死係乜嘢。咁哦，啱啊！但係呢個課題好痛苦啊，因為原來我發覺哦，即係我對我個身軀或者對我哋呢一個世界嘅人係嗰種勾結係好，仲係好親密咯。咁樣，咁我好記得點解 Daniel Mitchell 我老師啊，佢曾經講過咧，佢喺西藏咧就佢好多奇形怪狀嘅經驗嘅。咁佢見到一個高僧，佢叫 teleport， 即係由呢度，即係幾秒內飛咗過去嗰邊咁樣。跟住Daniel 老師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嘔，即係佢見到呢個狀況之後嘔。嘔，即係佢唔可以相信呢個實相，即係。怎可以的、啊、這個世界有一個人是幾秒之內由這裡去那裡，而他的反應是嘔出來，
即係佢我唔相信呢件事發生，我身體係啊嘔，係總之嘔嘅，係係。而我喺喺義大越南嗰陣時就嘔咗好多嘅，但係我好清晰有一次咧係感受到自己嘅分化離開呢個肉體呢一種過程之中，而我個腦喺度拒絕呢個實相嘅。即係冇可，我唔相信呢件事可以，我唔接受呢件事可以發生。有意思係唔接受死，即係咁嘅狀態，定你唔接受死呢樣嘢？我唔接受我個身體可以分化呢個狀態，咁樣。Even though你知道係咁噶啦，理性上知道咯，但係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是、我諗佢係分別咯，即係喺呢個喺一個經歷嘅層面可以經歷到呢件事咯，咁樣。咁就哇，對我深刻，仲有係慢動作做，仲係嗰晚做好多次喎。我朋友即係講啦，即係講死人水之前，我朋友講佢話誒喺誒當食咗死人水之後咧，個時間係唔同嘅，個時間同我哋而家唔同嘅，所以嗰、那個即係你學你話齋係可以好多次啊，好慢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時間唔同，唔係淨係死人水咯。即係我哋傾偈而家，哇！覺得好快，二十分鐘呢件都係一件時間係。真係講真，我哋係試過好多次㗎啦。係啊係啊。係做訪問啦，係你係覺得五分鐘㗎啫，跟住阿威嚟喺度撩我嚇廿分鐘，唔可能啊嘛！我記得前幾次有咁嘅經驗嘅。係咁啊，係啊，所以即係亦都好嘅劇場有呢個狀態㗎啦。咁所以我唔覺得係淨係死藤水可以咁樣時間咁樣玩法嘅。咁我哋就夜晚飲啦，飲一 shot 咁好細嘅。咁樣，咁跟住夜晚大概，唔記得咗八點鐘，我心諗得，咁跟住大概夜晚三四點就翻去自己嗰個黑嗰度咁樣。咁夜晚三四點啊？係啊係啊，仲冇黑，你自己有個電筒咁樣翻去。我就好中意嘅，咁啊，但係有啲香港嘅同伴就話啊，好怕死啊，好怕咩？嚇、啊！你去到飲完死藤水，你都經歷緊死亡啦，你仲喺度驚死？我諗因為死藤水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去到某個程度咧，係可以控制自己嘅出入嘅，係啦。咁所以咩叫出入啊？即係你可以你個狀態可以入啲或者可以出啲嘅。自己控制，我某程度可以。即係你可以好驚嘅話，你變咗 observer 咁。你可以即係我會覺得唔會，我未去到一個位係完全唔受控制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係有，即係好似發緊夢，你有少少意識，你係發緊夢嘅。即係我知道呢個係迷幻嘅，呢個唔係一個實相嚟嘅。亦都我哋個散本真係好好咯，即係見到一啲可能走火入魔嘅朋友啊，或者咁樣就會掹翻佢出嚟，係掹翻佢出嚟。因為我聽過另外一個朋友，佢飲咗死藤水咧，就係佢上咗去唔知邊一個維度，死咗就係、是、佢死咗，跟住死咗之後咧，佢發覺好正，嗰個地方正到好緊要，就係完全唔想翻落嚟。我個太極師傅阿杜師傅係冥想之下有呢狀態咯。跟住佢話佢好彩，因為佢個靈魂太想死嘅。但其實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實人間嘅生活咧都真係幾苦。咁啊，當佢脱咗苦海嘅時候，佢就發覺哇，真係唔想翻落嚟。但係點咧？後來話死得唔得喎？咁樣突然間諗起啲仔女，突然間諗起咦唔走得喎？啲仔女好細喎，咁樣就特別係其中一個咁樣。咁啊，發現唔得，佢對其中一個仔女特別係即係有個情啊，唔係責任啊。責任係唔會令人留低嘅，責任反而擺喺度。但我突然間發覺，咦，佢好愛嗰個細路，跟住就唔得，佢就調翻轉要搏命落翻嚟。如果唔係，佢會死得㗎啦。跟住佢師傅知道咧，就將佢滴翻落嚟。佢話試過幾次都係咁樣，我話。我都唔係好聽得明啊，不過大概明啦咁樣。係啊，都其實有陣時同人講係好似我喺度嘗試描述緊，我發過一個夢俾你聽，其實唔 make sense 嘅裏邊啲嘢，亦都有陣時都唔係文字上可以 make sense 到嘅。咁但係係咯，都我唔會覺得淨係死藤水能夠去到呢啲狀態嘅，亦都我飲咗之後發覺 OK， 即係。通過冥想，通過打坐，其實我都去到某些狀態，其實可以接近翻少少呢一個感覺嘅。可能因為有你認識過個狀態，你可能會有少少點講
有少少 reference point 啦，之後啊，係咪？之後咯。我點解我朋友嬲我？我就話：，切，我打咗打廿幾年咯。嗯。即係其實講真咧，打廿幾年嘅話，都點都通到㗎啦，都可以自己 travel， 即係 time travel 啊，揾啲上司傾下偈啊嗰啲。所以我點解成日叫大家打咗咧？嗯。但係打咗一定要揾師傅，大家唔好自己喺屋企打，因為危險嘅嚇咁樣，危險動作嚟嘅，唔可以做嘅。除非你有師傅教咗你，咁我將我自己都可以去好多地方啦，我都可以揾到資料，即係我要揾資料，我自己去揾啦，咪我使咩仲要做呢樣嘢？咁佢話唔係啊，其實第一你喺香港地，你唔係咁容易入到狀態啦，知唔知你要住喺大埔咁樣幾鬼正咪？即係我哋住喺我都唔算都算唔錯啦，住喺深井，但係你始終係 apartment 咧，嗰個能量唔同啊。當然你秘魯又唔同啊，大佬亞馬遜河嗰啲真係哇，啲能量邊個同啊？但係佢就話其實係。加快件事，同埋有啲地方你真係打就打好耐去唔到啊！咁我就OK 啦，我買呢個 point， 買咗啦個 point， 我會試啊咁樣。但係幾時試喺邊度試，人會話俾你知，因為香港始終都係嚇法律上好難上癮添㗎，即係其實所以佢明明毒品咯，啊、因為佢唔上大麻都係㗎，大麻係一種可以係叫做興奮劑啊，定係咩啊？但係佢唔屬於，但係大麻係舒服㗎嘛，理論上令你咁，但係。即其實中藥很難上癮的，你很難的你不會對下枯燥上癮，不會，因為那陣味太難，不會上癮，太難飲了，又難飲又暈又嘔，甚至乎瀨屎瀨尿的，有人但那種嘔是很，我對我來說是一種舒暢的嘔，即是不像雲泉堂那種嘔的，即係完全係錯咗嘅啫。我其實最驚㗎呢樣嘢，但係嗰種好多人嬲我㗎啦。我話：哎呀，唔好啦，我怕，因為我怕雲船浪啊嘛。係啦係啦。咁我話佢話：哦，多謝你咁講。同埋呢種嘔會唔會就係好似你話齋，當阿 Danny Mitchell 見到個師傅由呢度去呢度，其實佢個身體接受唔到，所以佢就用嘔嚟去表達出嚟。我好得意，我哋有個朋友個靈擺啦，佢就 check 我哋，你嘔琴晚係嘔乜嘢咧？係咪情緒？係咪真係排毒？身體上嘅排毒係咪？食錯嘢咧？定係食錯嘢？定係乜嘢咧？咁啊，如果係情緒係係咪呢一世嘅情緒係你廿幾歲嘅情緒嘔出嚟咧？咁樣直情即係其實同肌肉測試一樣啫。咁但係佢用個靈擺同我 check 到咯。咁啊，又幾好玩喎！即係呢件事。咁所以要咩係乜嘢？唔係，咁即係唔同人。係咪個個都唔同㗎？個個唔同，同埋我哋一樣飲好多晚嘛，唔同可能第一晚多數係你身體上有啲唔係好乾淨嘅，要真係身體上排毒。咁跟住有情緒上嘅排毒，跟住你搞掂呢一世啦，下前世嘅排毒都唔明嘅，咁樣。哦，係啊。但係係咯，唔知咯。雖然好激咁啊，但係同時啊，亦都嗰種人都重要嘅，即係有咩人，因為會代嘔噶。咩話？會代嘔？哦，咩嚟噶？即係我哋個撒滿咧，就會每一晚就揀一兩個就特登同佢清洗嘅。跟住某到位咧，佢同嗰個人清洗緊咧，隔離嗰人會嘔喎。我或者我譬如我望住一個人，佢個撒滿同佢清洗，突然間我會真係 feel 到啲嘢嚟喎。可能係你可以話同頻共振啊，但係佢同佢清洗緊，可能同我某啲嘢需要清洗係一樣啦，或者我係清洗緊佢啲嘢，我都唔清楚。咁但係我就會嘔出嚟啦，咁咪係咯，咁即係有代嘔呢件事。哦，代嘔啊！我就聽過咧話一班人啦，咁一齊飲咗之後咧，就會大家變成咗一咯。嗯，有呢種感覺。變一咧，咁就係譬如話，你會見到啊呢、這個人佢咁樣瞓喺度會凍親嘅喎咁樣。跟住嗰個人就會，或者係隔離嗰個突然間攬住佢咁樣，即係有啲咁嘅現象咯。咁但係 anyway， 係啊係，我哋個三官就叫我哋守翻自己，就唔好理其他人太多啦。咁但係係咯，真係有一種合一嘅感覺嘅。咁亦都我係講得特別大聲啦，咁有陣時啊，大家都話多謝你，多謝你。好啦，我知道呢個嘔唔同雲船浪嘅嘔唔同。我唔知有啲啊，我就係試過有一次去雲，有人請我去船河啊。嗰次我嘔得好緊要啊，就暈到咧，哇！真係好辛苦，辛苦得好緊要。但係辛苦㗎，辛苦㗎，因為你始終，但係嗰種唔同啊嘛。唔同。我同埋咧，同埋我過咗幾晚我開始醒啊，即係咧，我會 feel 到譬如紅色咁樣嚟緊咧。跟住我發覺嚇，我啲能量因為已經冇曬嘢嘔啦，去到某個地步，要冇嘢，即係冇實質嘅嘢嘔出嚟，咁開始咧，跟住話咦，我喺能量上嘔喎，唔需要咁辛苦肉體嘔喎，咁啊 feel 到個能量上嘔出嚟啦，跟住我最尾懶到咧係你自己去個桶啦，佢嚟緊佢，你個桶喺嗰邊啊，唔使即係。
都係喂，我要啊呢樣嘢，我要係抌嘅嘢出去，但係唔需要再通過身體用意念抌。你個身體嘔咗先排咗先嘅，你係話你幾萬之後你冇嘢嘔啊嘛？啊、所以個身體清咗，即係你去之前食得好啲，食得清啲係好啲嘅。即係你嗰陣時你就冇咁辛苦，身體上需要排毒咯。咁你可以靈性上啊，情緒上喺嗰邊排毒咯。嗯，咁好啦，開始新話題啦。好，咁樣仲有兩分鐘都開始，因為我哋打算會有 part four 嘅咁樣。好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咁你又經歷咁多嘢喎，咁又讀咁多書啦。咁又讀咁奇怪嘅學位啦，咁又玩呢個劇場啦，又跟住又學太極學跳舞啦，跟住學太極啦，跟住又教太極啦，然後又去到呢個飲過死人水啦咁樣。咁去到今時今日咧，你而家你玩緊啲咩嘢？你即係做緊啲咩嘢咧？嗱，我知道你有呢個心嘅學院啦，係咪？係，我哋有心學院。心學院啦，咁樣啊，我都好 buy 啊 Daniel Mitchell， 因為。好得意嘅，平時我哋都係喺個身心靈界太耐啦，咁樣講啦，唔好話太耐，身心靈界有幾耐啫？呢幾年先有咁嘅 term 啫嘛，我哋以前都冇呢個 term 嘅，咁就但係好多嘢已經攬曬㗎啦。譬如我哋天使咁樣，你做我天使，我做你天使啊，自己做自己天使啊咁樣，或者係我去揾我 higher self 咁樣。咁上次啱上堂咧，阿 Daniel Mitchell 講得好好就係、是，其實 higher self 係乜嘢咧？即係佢對於好多嘅嘢靈性上嘅。角色或者是定位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還有 Higher Self 是神級的，不是說我打坐跟我 Higher Self 去 contact 一下這樣，你傻啦， Higher Self 坐在你傻，即等於你去學英文，跟著你說我想找香港的教育局長教我串字這樣，你傻的，你這些人家為什麼教你串字，教你這些這麼低的東西，當然你自己補習老師做啊，或者你的媽媽跟你做啦，是不是？其實不是那麼簡單，但 Daniel Mitchell 是對這些東西很即係佢所有定位啊，佢講嘢好實好堅，同埋係好有層次啊，好有 structure， 咁樣。Anyway， 我好 buy 佢啦嚇，咁樣。咁啊講下你啦，咁但係已經夠鐘啦，係咪？好，咁我哋開第四集，yes， 好，斬再見。唉，眨下眼嚟到 part four 啦，咁樣。我其實好期望今日嘅呢個訪問嘅，特別係咧，當我睇到你嗰個題目之後，我就，哎其實我唔知道，我哋因為相處做咗太耐啦，基本上好多時都冇 agenda 嘅，總之坐低係 jam 啦咁樣，特別係對住啲你啊，或者係周少祥博士啊、周華山啊博士咁樣。咁但係今日見到呢個題目，我就覺得好有趣。咁anyway， 咁我哋咧嗱，我哋第一 part one 咧，我哋就講咗呢個劇場啦。part two 啊，講咗太極啦。part three 講咗死藤水啦。我諗你係咁多個人入邊講得最清楚。係死藤水。係啊，因為。可能真的語言是你的強項啦，不是我的強項來的，你解釋得很清楚，但其他的就會是他的時空不一樣，即是他講的東西已經是文字講不到的，所以變成他講不到給你聽的，那死亡是怎樣講不到給你聽的，因為時空不同，我們試試我也有點聰明的，所以你講得很清楚，好了，那去到今時今刻今日咁樣，你而家又玩緊咩嘢咧？咩令你著迷咧？我其實我個人好踏實嘅，踏實嘅意思係即係我好有緣分，遇到啲好好嘅老師啊，譬如 Daniel 最近遇到阿 Ron Young 啦，楊龍老師啦。Ron Young 係咩人嚟啊？佢又係一個奇人嚟。咩人嚟啊？佢係美國人，佢有四種族裔嘅。意大利啦，好似如果我冇記錯，佢美國啲原住民佢嘅族語啦。唔係因為你叫佢做咩名話？楊咩？楊龍。因為我就以為係咪台灣人啊嘛。唔係啊，佢哋係佢喺大陸教書嘅時候，或者台灣教書，佢就俾咗中文名佢嘅咁樣。咁都係非常之偶然遇到佢嘅。咁佢就係做聯語嗰方面啦。咁我最近呢一個暑假，我就跟咗佢去美國蘇東拿嗰邊。咁就嚇嗰、那個又另一個。蘇東拿又係一個要去嘅地方，成日聽到人講蘇東拿。咁係咯，嗰個又好amazing，因為有七個唔同種類嘅老師，咁就係大部分係原住民嚟嘅，咁就講關於佢哋對植物啊、對鳥語啊嘅經驗咁嘅智慧咯。咁冇啊，即係你問我係咪新學員啊，係咪呢樣，係咪嗰樣？我呢一刻就好 free， 好free 嘅意思係
我真的不知道下年我做什麼，因為我想我半年前我都不知道我這一刻在做什麼，反而真的摸著石頭過河，今天這一個月好像有興趣做這件事，那就去做了真的這個心態。以前是不敢做這件事的，以前小時候會覺得可能做演員那麼辛苦是因為覺得我要生活生命是一定要有一個目標的，咁咧你要你要好辛苦咁樣去做好一個公司啊，做好你嘅聲譽啊，賺好多錢啊，等等等咁樣。咁但係我發覺原來唔啱我咯，可能我七仔啦，可能我哎呀，估你係啦，估你係噶啦，我又 Open G Center 嘅，所以我身份係變得嘅。咁所以我發覺哦，係咯，即係而家我個狀態就係咁樣咯。咁亦都 Danny Mitchell 嗰套人啱啱好啦，即係 follow your heart 啊。咁我就真係 follow your heart 啦。咁樣，但係真係對而家對宇宙係個信任大咗好多嘅，係啊，即係覺得哦，其實我做乜都得嗰種感覺咯。亦都我飲死糖水有一個好有兩個好清晰嘅經驗，一個咧就係揾到我自己最神聖嗰種部分嗰種感覺嘅。咁我有陣時喺鏈魚中。我是會感受到一種愛的，即係我同人做靈氣啊，做能量療愈，是會感受到一種大愛的感覺。但是在四樓上就真的見到它是怎樣的，我說哦，好熟悉哦，原來是這樣的。怎麼的？是一種顏色啊，是一種形狀啊，一種能量啊，流動啊，是怎樣的？它給我的感覺是白色的，真的很大片白色的。同埋它有一個形狀就是一隻鳳凰。咁呢個我知係我最神聖嘅部分嚟嘅。個哇，見到感受到遇到自己最神聖嘅部分，哇！即係嗰種肯定對我嚟講好大咯。即係唔知啊，即係哇！原來原來處世係咁嘅咁樣。咁呢個有一種肯定啦。咁與我正話你講啲天使好濫好虛，咁喺 Daniel 課程之中。佢 call 啲天使嚟嗰陣時候，我平時唔係好視覺型嘅，咁但係我係 feel 到一種令我爆喊、令我好感動嘅嘢喺我面前。咁之後，因為我覺得係大師喺度，你乜都 feel 到啦，係咪？我之後喺清華試啊，不如我試下 call 天使啦。咁哇，佢出現喎，我話 OK， 咁即係天使對我嚟講，我發覺我喺經驗嘅層面，我覺得呢個好實在，因為。我係 feel 到有嘢喺度嘅，我唔知係乜嘢，但係我肯定係 feel 到啲嘢，咁我而家就接受有啲嘢嘅存在啦，咁樣，咁係咯，即係呢啲經驗，講到邊啊？咁攞咗呢個肯定之後，亦都上咗喚醒靈魂之心嗰個課程之後 ，feel 到大地媽媽對我嗰種無條件嘅愛又爆喊啦。咁之後就發覺，我對宇宙真係可以信任好多，我可以真係做咩都得。同埋有一種喺四流水另外第二種俾到我肯定就係、是、OK， 我不嬲佢中意做配角咧。佢話唔係啊，喺呢一生咧，你永遠係第一生經驗呢、這、一個。你的生命的，即是你永遠是你自己的主角來的，那你要做主角出場了，我是等著你的，即是有那種感覺，那我OK，那因為這些經驗就肯定了很多，那沒有啊，現在純粹都是試一下keep 住自己好好的狀態啦，那見到客人就對人好啦，那有東西分享啦，那樣。咁而家幾好嘅就係我喺 Club O 就開始分享啦、教學啦，我哋就會做能量療愈嘅。咁我就試下用我個方法去，你可以話翻譯啦，可以去了解啦、消化，你又可以話做研究啦，研究緊我學緊嗰啲嘢，即係我分享啲心象術嘅練習，我分享楊老師教我哋啲練習。我讀過啲嘢或者我學過啲嘢，我去試下啊！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啊，我可唔可以同我哥溝通啊？我可唔可以 feel 到嘢啊？即係譬如同人做能量療愈，我可唔可以 feel 到人哋係有俾咩信息我啊？咁我話哦，咁我哋試下做練習咯。即係人哋收到啲信息係好多種類噶嘛，有啲人係視覺型嘅，
咁有啲人係係 feel 嘅，我係 feel 嘅嗰種嚟嘅。咁有啲人聽到聲音啊，等等等咁樣。咁我哋咪試下唔同嘢，當真係當練習咯。我哋試下，如果我哋係可以想像一啲唔同顏色嘅光球點樣咧，每個顏色對我哋點解咧？咁喺我教學上，我都係出於一個好奇心啦，亦都希望我真係唔覺得自己係個導師喺呢一方面，係一個同行者，一個一齊研究一件事嘅朋友咯。咁樣咁，我哋喺度一齊研究呢件事咯。咁樣咁，好多人都問我問題啊，乜乜乜乜乜，咁我唔知啊，你試下。咁唔知啦，都係有一種對宇宙嘅信任，有個勇字，有個睇下點啦。咁而家最近好似幾好啊，咁樣啦。我記得咧係有幾次機會啦，特別係嗰時艾爾頂喺香港啦，咁跟艾爾頂啦，咁跟住同埋仲有啲唔同嘅機會嘅，係有幾次咧，我係 feel 到咧嗰個大地嗰個愛，Mother Earth。是很厲害的，很澎湃的，是當你 feel 到的時候，我記得我連個 scenario 都不記得，什麼情況不記得，總之是突然發現，原來那個水、那樹、泥土、石頭是很多大愛的，其實整個 Mother Earth 的整個地球是對人類是很大的包容，很大的愛，我們才可以搞到這樣還不用死的。咁啊，跟住好得意，但系一掂到嗰個地步，即系掂到嗰、那個Mother Earth 嘅愛咧，就爆喊噶啦，係就嗰種感動係，原來你咁愛我，係啊，真係嗰種感覺，我對唔住啊，咁樣即係咁嘅感覺，又係我記得嗰時阿魏鼎就教我教我哋聽石頭講嘢，好多嘢好奇妙，所以你話身心靈，有啲人就話。身心靈，就算我自己都會好，即係點講？我抗拒 V1 嗰部分，係，所以我對老實講，我對外星嘢係八卦，真係冇興趣嘅。即係我對呢啲外星人做緊啲咩嘢啊？好多陰謀論，我係冇乜興趣。點解咧？根本都無能為力。同埋我哋，因為我好敏感啊，靈性上好敏感，我知多啲，我好唔開心。然後我又無能為力。譬如第三次世界大戰，阿馬雲都話其實。第三次世界大戰我都有 concern 嘅咁樣，嗱呢個唔係佢字眼啦，我亂記咋。咁我諗係啊，其實你擔心嚟都冇用㗎啦，冇用㗎，冇用啊！咁我點解我唔親？我仲有擁有呢個肉身嘅時候，多啲體驗咧。係啊係啊係啊！我真係覺得就係咁咯。咁我諗點解即係過咗幾十年啦？其實我成日都個 mindset 都係有揾錢呢樣嘢，揾錢揾錢揾錢。但我諗，咦？我認識到Moon Fong就是香港 UFO Club 的會長，他很早期呢已經去了你那些什麼 Mitsubishi 很難讀，我自己讀馬丘比丘Machu Picchu Machu 讀多少 Machu Picchu 算了我講出名牌馬丘比丘，他又去了夏威夷啦，又去了很多很多地方，是能量點，是能量點，但是那個時候他是完全沒有錢，係啦，咁我有個朋友，佢又係好低潮嘅時候，喺低潮到佢已經係精神狀況已經頂唔到啦，跟住離開咗段婚姻，離開埋香港，跟住去環遊世界兩年，係完全冇錢嘅。但我就喺度，覺得要好多錢先去到秘魯。係啦，成日諗住，做咩做咩做咩嘅，可以去咁樣。去啦，去啦，去啦。唔係，或者我倒轉嚟講，我會覺得，如果我真係需要去嘅，就會有能力去咯。即係如果冇能力去，咁啊，即係未係個時候咯。我諗係啊，可能係啦，因為相聚咧，譬如我哋自己開始咁樣做啊，你阿爸成日同我講，佢Elsa，其實我哋好多人及住你咁樣。我做乜及住我咁樣？佢話你點解你可以咩能咩資源都冇，可以做到咁多嘢咧？我話做咗幾多嘢啊？我又唔覺得做幾多。咁我諗一諗啊，唔係，其實相聚係一個奇蹟嚟嘅，相聚係一個奇蹟嚟嘅。我喺度計翻，冇多嗱，我計我$500個鐘。如果我教英文不止啦，$500個鐘是講緊我20年前教人英文嗰時候嘅收費嚟噶，$50個鐘教仲係屋村嘅小學生，即係屋村嘅中學咋。好啦，我當我只係$500個鐘，咁然後跟住咧相聚咧，係每一集出街咧，我係需要一日時間嘅。咁即係大概$8000$850×40咪$4000啦，係咪？好啦，咁我呢個長租咧，咁然後 Vella 咧。Tony 呢一人3-4個鐘，有時5-6個鐘，我加埋我計條數。如果唔好話我$1000個鐘啦，如果我肯俾$1000個鐘，我出面請人翻嚟，我都揾唔到我咁嘅人才。可以代我位，我揾唔到。咁當我$500個鐘，然後我計小計相聚一集，
8000蚊走唔甩。如果我計我1000蚊一個鐘，就仲坑，就10000蚊一個鐘，萬幾蚊集噶啦咁樣。然後我發現，咦，其實好多嘢係好神奇嘅，好神奇。咁然後跟住我發現，喺即係身心靈嘅世界，所謂身心靈啦嚇，係我諗，如果話最大得著嘅話咧，應該係真係對生命、對宇宙、對個地球多咗信任咯。係啊，係啊，咁。而家我就真係睇下，可以我自己個人可以信任到去邊個地步咧？即係所以你我之前咪講，我要90%先肯接劇嘅。呢個呢樣嘢我真係而家想實踐緊啦，我係真係好想做呢件事，我先去做嘅，係咯。而真係刪減啲妥協嘅決定咯，咁樣咯，咁就盡量刪咁啊，俾時間去自己浸。一些覺得需要做的事情，沒有啊，現在最近我就和我的樹堆肥，因為打風之後呢，我們沙灘有半個沙灘沒有了，那些樹根翹起了，那沙灘為什麼沒有了？因為我們剛在東北，沙被啲風，啲沙被啲浪蓋走了，哦，就沒有了沙，沒有了沙，沒有了泥土了，基本上，所以我就嘗試在村口啊揾啲葉啊堆翻落去啲，開始堆翻冚翻啲樹根啊咁樣，咁係咯，即係而家我就係做呢件事，而從中我發覺哦，原來樹葉腐爛我都冇經歷過呢件事喎，即係濕嚟嚟咧，佢嗰種發臭咯，嗰種腐爛嗰種呢、這個點啊，係自然嘅一部分，但係我平時唔會去掂到，唔會去經歷呢一部分。咁啊，亦都咁啱最近啊，我哋武達嘅老師係1周年紀念過身啦。咁我做翻隻舞俾佢。武達，武達係日本一種跳舞嘅方式。咁啊，亦都好得意嘅，佢係用內在嘅世界嚟去影響你嘅身體嘅，即係佢哋會做一啲嘢，譬如你就係花粉，咁你就係花，你就令到個身體好似花粉咁樣啊。係最得意咧，就係原來佢好多意象同心啊，同意誒圖像術嗰邊咧係相應嘅喎。即係咧，我嗰陣時上圖像術一個工作坊啦，佢話：請你想象你係花粉啦。咁我話嚇花粉啫，你想象係花，我都估到可能有普通啊，但係啦係啦，但係花粉咁 specific 咁專注呢一樣嘢，咁具體呢個樣嘢，咁我就問翻圖像術嗰個老師啊。這個連就是哪個傳統來的，他說、哦、印第安人他們憤怒的時候就會用這個這個意象來幫他們消除憤怒，想像自己是粒花粉，想像自己是花粉用，但我連花粉是怎樣都不知道，怎樣想像自己是一個波這樣、嗯、他是這樣的，你是他先他是整個故事的，即是武達那裡個武達譜就是、你走進花園，你聞到花香，跟住你聞到花粉，湊到花粉入去你個肺，你會覺得咧越嚟越多花粉，你個肺部咧就越嚟越輕，咁跟住你個身體就充滿住吸入咗花粉啊，跟住咧花粉就越嚟越乾，越嚟越乾，跟住咧就會飄走啊，隨風飄啊咁樣。咁我就係成為咗粒花粉啦，係啊，所以變咗好輕咁樣。好輕，我真係見到、啊、我見到老師，我個老師跳舞真係哇，係輕到啊！你可以咁輕嘅，即係同埋 anyway 咁個重點係我講到唔知講到去邊啦。咁啊，我啱做咗隻舞，咁我又同啲枯葉好似又好有關係咁樣，又同打風啊嗰啲樹啊，咁最近又聚咗一班關於樹嘅朋友啊咁樣。我真係而家真係好隨心咁樣。咩叫做一班樹嘅朋友？哦，因為打風，好多香港人就會第一次真係經歷咁多樹冧，就發覺啊，香港真係好多樹，同埋哇好慘咁樣，咁就係咯，咁就我哋就喺 Facebook 開咗個 group 就話哦，有興趣同我哋挨到啲樹啊，或者啊對樹有興趣、有研究、有愛心啊嘅朋友就可以聚埋一齊。你好得意啊！你頭先你話咧，其實我係一個好踏實嘅人啊，你話係嘛？但係好踏實噶、啊，有棵樹係真係好實際喺你面前噶嘛、啊，可以見到你。但係又得意咧，就係其實咧，你做緊嘅嘢咧，如果譬如你去呢個大學同學會，我明啊，我知啊，社會學中學會佢就已經咩人嚟啊你？你可唔可以踏實啲啊？你所謂因為香港所謂踏實就係 have a career，have a career，have a man get married，OK，and then 你儲啲錢。但係錢呢件事根本虛噶嘛，張紙嚟噶，我哋信咗1000蚊，你就俾1000蚊嘅貨我，唔係噶，張紙嚟嘅，而家仲喺電腦係 number 嚟啫嘛，虛噶，我哋經濟全部虛噶。
係啊，其實佢講嘅嘢好真實，非常之真實。其實只係個錢係個幻象嚟嘅，係真係幻象，幻象嘅幻象咁樣。係啊，咁所以係特別我哋世界喺呢一個狀態下，我真係覺得隨時會諗嘅，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嘅經濟體系，我哋環保以嗰個狀態，其實去到一個位係真係，我哋唔知十年後會點嘅。十年後，最近咧我訪問咗 Vincent Pan、Vincent Pan 咧就係一個 Figure Member、大家如果唔知 Figure Member 係乜嘅話咧，唉，你有冇喺 YouTube 留言度講？因為睇嚟唔起啊，我都真係冇嘢好講。Figure Member 咧，即係你，因為你唔係陰謀論嗰邊啊嘛。Figure Member 咧就係佢係 Billy， 你要將 Billy Meyer 嘅七十幾本書本本咁厚讀曬，然後將佢700多個 contact report 咁厚讀曬，然後跟住你要考佢個試，而你考佢個試咧，嗰個評分合格咧係100分，咁咪點咧？滿分咧就係100分。咁重點 figure member 咩咁勁？勁，你要100分先合格。係啊係啊，咁就好難啦。難到百，同埋根本係唔可能咯。咁啊，但係就算你淨係咁，你做咗 figure member 咁點啊？第一，你係唔係靠讀書去啦？嚇、啊！第二就係因為阿 Billy Meyer 咧，佢嗰、那個佢有幾百個預言嘅，佢幾百個預言係冇 fail 過。Okay. 因為一大部分嘅嗰啲所謂預言家咧，10個中5個，或者一個入邊中咗70%就叫叻噶啦嘛。但係竟然幾百個預言係冇 fail 過。咁你想成為佢嘅 figure member， 即係你一定係、即係等於我哋做基督徒邊度使考試啫？係咪？然後跟住 anyway， 咁啊有人就講話，有人批評佢就話：你哋嗰集咧。在那裡散播這個負面的訊息這樣，那我很想說就是其實世界是什麼時候大家不知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隨時有機會發生，而發生的時候可能你在吃飯，你在屙屎，你在做愛，看著電視，勾著鼻屎這樣，勾著屁屁，不知道廠仔在換片，跟朋友在對酒這樣，是隨時會發生，所以就去秘魯啦，所以所以我覺得我們做了200多集，我講一集來去講這些東西有什麼問題呢？因為這些東西真的會發生嘛，不知道的，可能發生的 hopefully 全部都是，是的，所以大家可凡呢，就是有人覺得你很可愛的，你真的很可愛，好，你應該叫周可愛啊，但是我可以平凡的，周平凡的可以平凡，你好難啊，你咩都平凡，你冇得平凡，可以咯，有時我都難下咯，可以咪即係唔係咯？我望住你，我覺得有呢啲感覺好得意啊！你咧係因為訪問佢爸爸好多次啊嘛，阿周少祥博士，你係絕對係佢嗰度嚟嘅，但你唔係佢咯，係啊，你絕對係。好得意，你係有好多你啲表情啊，你用身體嘅身體語言，你身體語言好似同埋你用字都似嘅，你有啲字係佢係咁講嘢，而且個收音都一樣嘅，即係個説話嘅收尾都係咁樣嘅，但係又好明顯你係佢嘅延伸，係咯，咁都希望好，唔止係因為永遠係唔係話新人救勝舊人點講咧？青出於藍應該話，又唔係嘅，即係每個人有，我覺得係啊。因為我嗰日就覺得好震撼，係唔得要揾你三個做訪問，即係另外嗰兩個女仔係咪？因為我覺得你哋知嘅嘢已經唔係我哋知嘅嘢。但係譬如阿爸咧，你知阿爸係唔需要瞓覺噶嘛？即係佢同華，佢同唔係佢意思係佢同華生係無限能量嘅，即係做嘢做到唔攰嘅，即係佢哋個使命感係大到係唔會攰嘅。咁我最近先開始了解，哦，這個能量是咁樣嘅，我真係向緊佢學習我最近咧明少少咋，我明咗多丁多，因為阿華生而家咧做緊嘅嘢咧係點講咧？阿格西做緊呢樣嘢啦，華生做呢樣嘢啦 ，Oprah Winfrey 做緊呢樣嘢啦 ，and then 我哋發現一樣嘢就係、是、當一個人去做緊呢樣嘢，嗰、那個使命。是大到已經大過你的人了，他已經超越了你一個人的弱點、缺點、你想你不想，然後那樣東西已經不是你了、你的身體不是說、怎樣形容這樣東西呢，是當個使命很大的時候的，你會去了一個狂喜的狀態，是不是呢？可能是你會經常是一個、我是未見過阿華生那麼亢奮的、即是他是亢奮到的地步，他就
你咪懟咗嘢啊！佢都 high high 地，係咪？佢 high 到你我，佢不嬲都 high 噶啦。但係由我2009年識佢，佢每一年，但係去到最近佢出咗自在 coach 嗰個錄音之後，我就發現，哇！佢又去咗另外一個 level。但係如果我睇佢，即係我自己去睇佢就係，哇！你使唔使咁 high 啊咁樣？但係當我去了解佢多啲嘅時候，佢已經去另外一個狀態。佢已經去咗一個好狂喜嘅狀態。那個狂喜的狀態就是你的生命不再屬於自己，又或者更加屬於自己咯。係啦係啦，你又可以咁講，或者更加屬於你自己，因為已經去到地步，你不是為你自己生活咯，你不是為你自己去做嘢，而是好奇妙啊呢樣嘢。或者你係真係發揮緊你喺嚟到呢個地球你獨有嘅天賦要做嘅嘢，能夠做到嘅人係少之又少咯。我英文咧咁講啊，叫做 in the song。song 係個意思 ，O N E。咩叫 in the song 咧？就係大家去睇芭蕾舞咧，跟住譬如跳芭蕾舞嗰陣，跳到咧忘我境界。佢去跳到忘我境界嘅時候，佢可以脱離地心吸力啦。你發現點解佢跳到咁高嘅咧？點解可以跳到咁靚嘅咧？點解可以唔攰咧？因為佢哋 in the song， 同埋當一個人 in the song 嘅時候，係極靚嘅。係啊，好靚㗎。所以點解我哋中意聽睇人哋跳芭蕾舞？中意睇人哋世運選手去表演，因為佢 in the song， 即係嗰個睇做 perform 緊嗰個人 in the song。但係當我哋睇佢嘅時候，我哋就 high 到少少 in the song。但係我覺得個 song 唔難喎，唔難嘅意思係真係個意識嘅轉移嘅問題嚟嘅啫。即係你做咗咁多嘢，你梗係話唔容易啦。即係等於我同你講，我哋啲人話打坐係點㗎咁樣，當嗰啲人係。連呼吸都未神識，當佢打坐嗰時候，腰骨都仲係歪，仲喺度咁樣嘅時候，跟住你話其實你打坐咧，你可以咧通到呢個天啦，可以咧同你嘅上司溝通嘅時候，咁咪你好容易㗎，好容易㗎咋？但係唔係你想咩都難㗎，真係唔係意思係有啲學生係真係嚟覺得好難，跟住你揾你個方法，因為有當有一個人有呢個狀態嘅時候，佢就能夠成全另一個人咯。即係你同一啲大師喺佢附近嘅時候，你就捉到少少，我未明解到 exactly 係乜，但我 feel 到少少，咁嗰少少已經係好幫到你啦，比你練十年功係仲勁啦。咁係咯，我覺得我哋而家至少我哋個圈子裏面接觸嘅老師啊，接觸嘅人越嚟越多係呢啲咯。係真係會有延續呢樣嘢，因為如果你唔延續嘅話，你真係重複，咩意思啫？係啊，冇意思噶嘛，人都要進步噶啦，係嘛？好啦，我哋今日爆鐘爆到咧，爆到離曬譜啦，已經咁樣，我已經餓到咧個肚搣咗入去咁樣。好啦，咁我哋咧要收檔啦，好啦，要咬個包飲杯嘢得。好，多謝可凡啦，嚟我哋接受訪問啦。今日係連我都大開眼界，我話聽你講好多句嘢，我係要。佢講緊咩？跟住咩內在身體影響個世界？講緊咩咁？好，咁係時候講拜拜啦。咁樣好快又要請佢上嚟再傾個偈啦。OK， 拜拜。